哟、哎，有路，看这是不是在骗呢、啊？等一下，你他妈的低能！那这么低能，他不会过来。你还敢背对我？我操！你当然敢背对我。哟，小李他妈飞刀在丢我！你这个耍白痴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干嘛？哎，干嘛啦？你动作可以再他妈的再不自然一点。哇操！其实没有很好闪的，他这个。哇！吐火是不是？那巴嘞，这到底是怎样啊？我靠，好快！
哎呦，有路。看这是不是在骗呢？被骗了。我干你老师！啊，好远哦，烦死了！怎么飞啦？怎么传送？哎，地图怎么开？有地图才能飞，哪里有地图？有地图了，哎，来不及。等一下，你他妈的低能！看这里也太难了。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。我们从这边随便一个地方直接下，然后跳 ，nice， 没关系，干你就继续骗我，他妈那边最好是能走，没关系，你继续骗。有了，小心门前，什么意思？我问一下，地上这个黄黄是谁留的讯息？他们为什么可以留？为什么不能留？不能两下，好像变快了。招蛮强，
靠嘞，快穿了吗？战锤。但这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，到底他妈谁要玩炉石？